本教练打球时在想什么？上打三字经，遇直线，变斜线，遇斜线，变直线，打网前，腰跟进，搭档杀，举拍风，动作脚，打连贯。我们再看一遍。 众所周知，好一点的运动鞋是不能用水洗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么好看的鞋，脏了不行。隆重推荐北岛牌的干洗球鞋泡沫，尤其是羽毛球鞋，这个位置最容易磨损，最容易脏。洗澡后像新的一样。兄弟们运动完后要记得，把运动鞋来回去敲敲哦。